年立春，今年的天气格外的暖和了。哎呀，这过年待的实在难受，离山近就是好啊。你看，给他们急的，非得要爬山去。我这着急忙慌的就来了。我这不着急，我怕撵不上你们呢。这家给我急的呀，到现在饭都没吃。他们都到了。哎呀，这么前面这么多人呢。你拎的啥？你还拎几个炮？我拎着二踢脚。干啥呀？上山去崩去？前面的一波都已经到山根底下了，我们属于第二游。后面还有第三游。后面还有俩孩子，第三游。这空气真好，今天主要是不冷啊，来溜达溜达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哎，贼好，这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山离我们家特别近，房后就是山，我们管它叫240山哦，因为它离家近，不管是夏天或秋天，什么时候想上山哦，随时就上山。主要离家太近了，看风景呢也特别的好看。等到4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山坡上会开满好多的映山红哦，特别的好看。看，再往前走就是到了，就可以上去了。就说我们热不热闹就完事儿了。看这后面啊。这后面还有呢，还有落爬犁的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呵呵，这都是我们的好邻居，左邻右舍，没事的时候都来爬山，或者大家聚在一起，特别的开心。哎，这大山脚下上去，哎呀哎呀，哈哈，是不是活动活动挺累哈？主要待一冬了，我都十多年没爬过山了，咋的了？上不动了？上不动了。太累了，你鞋灌包了吧？这咋还坐上了呢？那好吃的吃多了哈，都走不动了是不是？我领先第一名，我第一。这个就是映山红了，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吧，4月份左右它就盛开了，我们也叫红杜鹃，特别好看。你看它这个小骨朵，现在都已经出骨朵了。它这种花开起特别好看，到时候开的时候，就我们这个后山的满山坡都是这种花，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新鲜。看得高，望得远，下面这个小村庄就是我住的地方，一目了然。看看有多少户人家，一下就看清楚了。那边都是地了。这个天好蓝呐，你瞅累的，哎呀呀，过年好吃吃多了，这是。能听着吗？哎呀，真回应了！放好了啊，告诉你别崩着你。这二踢脚的威力可大呀！哈哈，表演时候到你了。哎呀哎呀，赶紧跑！捂耳朵。你这个好好放的，对。哎，行，行，慢点啊！点完赶紧跑啊！哎呀，这个能响。哎呀，咣一声！啊，这还在这儿照相呢，那边也照相，那边也是。其实不管生活在城里还是农村啊，只要自己觉得过得开心、过得舒心、过得幸福，就是最大的幸福啊！看看我们热不热闹？今天是大年初五，在这里还是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虎年大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在山上玩一会儿，也要下山回家了，最主要离家近。拜拜了。